大家好，今天是腊月二十九，今天咱们就做正腕。本来是要昨天做正腕，就是为了装这个灯，现在还没有装完，还需要把这个玻璃棒往灯的四周一插就好了。这是一个老式的费劲灯啊。做点这个粉蒸肉，小瘦肉，甜米就行了。菜跟包子都冰了，起来有点迟了。那你说啥？你咋看得见？看得见是？那你咋哭了？你咋拆了？你个什么意思？你这两会儿你可硬啊，对了。我不硬啊。我笑了吗？哎，这会儿，边边儿没干，基本上差不多，这是活尸。你往面摆上，你看我这，我这么叫开，叫不开呢。下回就拿个盆。就往吃，我不想就往吃，我等会吃完再吃够了。都是毛线，毛线。不直接，我估计太冷了。三天了，我睡着。三天了，把外甥都饿了。我早去十一点吃，都四个小时了。那早去我吃了，早去黄豆去切，然后这大会看见有一杯榨菜，想吃很，买了一个。什么？不是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我刚榨出那热油的，就是热的，吃慢慢香。看你想啥嘛，这是就是热油味加热凉水。嗯嗯，没事。十几年没吃过我了，想吃，你看。爱这吃，就是原来我。都原感觉。嗯，原来我热油饼加热菜嘛。现在都没热菜。卤热菜。不可能凉的。能卖一千。嗯。你给这甜米底下放啥了？籽儿、核桃仁儿、枸黑枸杞子、葡萄干儿，豆沙、冰糖。这是做小酥肉的啊。一老夫，这玩意儿老夫。这是一个水么么老。一个水老夫。那这都是蓝章子，这叫红章子。你这个粉蒸，你做的这个粉蒸肉，我不知道。我倒是面酱，弄个烧饼。面酱、烧饼、鸡蛋。嗯。这是我烧饼碾碎。俺这块这个粉蒸肉用的是烧饼面酱、甜面酱。这个是小瘦肉。那白胡椒你要给的搁吗？搁。我一般都是用手抓去。可以弄太多了，放一点盐啊，放一点盐。要瞅这是咸度可以。
人其实都没吃的时候就不容易啊。嗯，我一其实把油都洗了，没事。哎，没事。我把外盖的，切外面大的锅。你切大了，两个小时把它炸着都蒸熟了，那蒸两锅。拿我去买件煎粉。给俺弄点煎粉，再拿上两块毛三糊，买一包白胡椒就行。没啥了。没啥了，你石头放麻里就对了。等着用的嘛。哎，你赶紧去对了。刚刚送给你了。我腿蛋能撑死。这话说的。哎，你这没毛病吧？你说你这一路不能聊天。能聊天。上去，上去，上去。